我说辛苦你，都第一个起来，会不会很累？没有很滑，它是很安全的，因为它没有很快，可以吧？小心哦。小心，小心！你弟真的很猛。这边比肩膀。不是哦，你。快跑！我知道，养他。啾啾啾！啾啾啾！啾啾啾！哈哈你有去跳跳吗？他那边有那个弹跳。这样才是好宝宝。啊，樱花勾吻龟。好累哦。炒鱿鱼。搬锅子是不是？这位先生，你是不是起反了？嗨，楼上的朋友。小朋友飞出去，嗨，弟弟，可以拉那个攀爬绳上去。谁在叫？我就知道是你。下一个是谁？下一个，喂喂，不要再叫，超快的，好好笑。那你在叫什么？明明到那边就卡住了，都是爬得出来。找谁？找谁？上面有人吗？你全身了吗？蹦蹦蹦蹦蹦蹦蹦！你很顺哎，为什么？裤子才直吗？你好顺。谁？十圈啊，这很小圈。蓝色，谢谢。蓝色跑道，好，谢谢上面。一圈。好，逐渐拉开距离了，加油！慢慢跑就好了，不是慢慢走，是慢慢跑。加油！还有吗？弟弟，加油 ！Go go！ 好，来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很好，八九十，换边。你干嘛偷看？没有偷看啊，看小朋友有没有进步啊。可以啦。Oh no！ 哇！成功！球蛋没了哎！中了！OK， 战斗陀螺终极战，末日之战。哈哈弟弟好可爱。开始。哇塞！帅啊！他们三个要全部跳到半场，我们才能开始。你们也一样，好吗？你们记得。广告时间。你们要移动接球啊！他要传给你传射。哦，传到了。后面的不小心，然后又
去前面，去前面。妈妈小心。我哪有这样的？用快点。比这样就代表是你我的，对，好吗？好，飞，来放飞，好笑，两脚球了，来，放在这一条白色的线上面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好，好，放在线上发，对 ，OK。哎，哇塞，穿到了，没卖啊，快快快，还有，快去快去快去。裁判没有吹，还有。哇哦耶！那规则？对，去补。他如果挡下来，然后就再搓一脚。叽叽叽叽叽叽！上球，射门。还有进攻机会，还有，对，就是这样补脚。挺好。就是你。他买的东西，然后就输了。你买什么光泉？我们只能喝味泉。我们买了光泉，不好意思。我本来要买益美，来，我们要投票喽。请仔细听哦。牛排馆的去58号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58号在这里。要吃牛肉面的去57号。57号在这里。57，57，57，你跑票！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吃牛排？牛排是58哦，牛肉面是57哦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牛排是58，牛肉面获胜。好，出发！经过投票表决，面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牛肉面。小朋友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宝可梦。好可怕啊。是啊，我还没有听到，他们蛮整齐的，很好听的，孩子啊，你有那个蚂蚱，蚂蚱可以躲，蚂蚱活老死啊！对啊，这个可以往前推。这是我的羊，弟弟出来了。来看一下宽宽在干嘛？为什么还没有出来？装子弹的时候就要躲起来。弟弟加油，发射！快点躲起来，快点！不要。里面说战斗力很猛。
没了，没子弹，再装，赶快。没好，应该好了。谁的那个二？我啦。小心，快，小心浮起来。赶快，没有。该出去发射了。谢谢。所以眼镜一定要戴好。没有子弹，哈哈真的吗？眼镜要戴好哦，小朋友，要保护自己，眼镜要戴好。要随身携带。哎，我在里面呢。你的眼镜拉下来，眼镜。没有射的。你这个，你干什么？我。你敢叫我？哈哈哈哈哈。小枪真的比较好用，又快，大的只是拿起来很帅而已。谁啊？谁一直在空的？好用，真的小你的秘密基地，那你讲太大声被发现了。我发现了。弟弟快点，他还在装，赶快射他。为什么被射到跳舞呢？登源。你们两个那个秘密基地看起来很可怜。那秘密基地被发现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攻击，没有攻击，不能越线了，你的脚趾头。我以为有人攻击你吗？你突然叫这么大声是？分钟了，请加油！装子弹要快哦。今天要加。没有。射程。是射程吗？你是不是很想射教练？还有1分半了，快点快点！什么东西？快走快走！
休息一起。我坐那边。每个人都要去洗手才能吃东西，不然对，去洗手。那这个是微微妈妈给的书包，还有下午我们的点心牛奶，对。牛奶是我买的，也是一人一瓶，全部拿去，不客气。所以一个人拿一瓶那个牛奶，饼干一包，香蕉一根，对，没错，饼干。早上那个海苔是登渊的，今天大家很开心，同乐会，谢谢登渊海苔。还有那个永瑞也有发饼干，对不对？你早上不是也有发？巧克力香蕉，巧克力，超级可爱。点心时间了。Thank you.